想吃吃看清水淡的牛肉面，听说这边的牛肉面真的好吃，我想试试看比较高级的牛肉面。200块。啊、yeah, I want to 一个这个。我要吃半筋半肉番茄牛肉面。我要吃玉米牛肉面。我想试试看这两个哟。俺が食べるのがこの牛すじと牛肉半々のトマト牛肉麺。もう一つ友達が食べるのがホワホンシャオ牛肉面。日本語だとホンシャオ。红烧吧，红烧牛肉面。Hello， 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没有好好的录。对，今天我以为清水汤是饮料店，但是他们有吃的东西。对，没想到。其实对，有吃的东西，那他们也有珍珠奶茶。刚刚进来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很大的牌子，对对对，珍珠奶茶。好，那我要试试看哦。其他的下一个是 local 的。Should we stop? OK。面。嗯，好好吃啊、哦。好吃吗？好好吃。我记得你很喜欢吃牛肉面吧？嗯。对，我喜欢吃很咸的。好吃吗？那我也想试试看哦。好，吃吃吃。松蕾粥。スープめっちゃトマトの味と牛肉の味で甘みがあって美味しい。比较汤头比较甜。嗯。哦，面不一样。嗯。牛肉宽面。哦，等一下哦。我的是宽的，然后它的是细的，不一样。来，你帮我。超好吃。对啊，包点给你。谢谢谢谢。哇！我真的没想到清水淡的牛肉面这么好吃，真的，我第一次吃的，我也是，对，没有印象他们的牛肉面，真的，我的印象是它只有甜的东西或者是甜的饮料，饮料也不错，但是牛肉面也不错。Yeah。哇，みんなあの春水堂って清水淡はあの台湾の飲料店としては有名で。よく皆さん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ーを飲みに来られ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、僕のおすすめはトマト牛肉麺です。210元。多分あのローカルのお店よりはちょっと高いですけど、でもめっちゃ価値あります。あとこのトマトがね、めっちゃドライトマトみたいな、ちょっとこうなんていうんだろう、いいトマト使われてる。ペイちゃんハオツ。あとここのいいところは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が使えます。国外的卡片、信用卡也可以用。真的很棒。一番大事な肉、筋の部分いただきます。口の中ですぐ溶けて、メルティング。牛肉をいただきます。
美味しいです。美味しいです。I mean, you can say I'm Hong Kongese, but just don't tell anyone I have two passports. So you can keep tight, 香港美女。好。高菜，高菜是原味的时候，他们喝的，然后，高菜ですね。日本でいう高菜です。台湾の高菜美味しいで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山菜はトマトには合わないのかな。ああなるほど、うん。ちょっと酸味があって酸味、有一点酸酸的，好吃。太饿了。太饿了，今天没有吃饭。没有，只有吃早餐。台湾人喜欢吃早餐。对。日本很少吃早餐，那个在早餐店吃。没有。日本没有早餐店啊。没有特别的。我讲都是在这里吃，所以没有早餐店的概念。对，日本真的没有，只有下午茶、中午才行。所以很多台湾人去日本旅行的时候，他们想吃早餐，当天的早餐。Hotel 的早餐也没有那么好吃。Hotel 的早餐是一般的吐司，没有酱油。谢谢你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啊，你也会写，是不是？我也会。对，我主要是就是给我公司那个客人先知道这个。